大家好，不好意思哦，又是刀 Zero， 对，刀 Zero 非常多、哦。那我们的这个坑下面的子坑叫做 Studio Zero 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在做的东西叫做超正，对，超级证明，超正 Hyper Cert。那其实跟前面都是刀 Zero 的坑有点像，但是我们在对接的服务是从海外来的一个标准哦。那这个标准来自于 Protocol Labs， 他们想要处理的问题叫做影响力凭证。意思就是说，有很多的公共服务啊，当初在开发，或者它是开源的状态下，其实不一定，这个协作者或贡献者一开始无所谓而来，但是真的要发展成一个具有，真的在社会上产生非常大的 power， 而、不是 power， 影响力 impact 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资源。在这种状态下，人的挹注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但是在过去的数位基础建设上，并没有这样子的服务哦，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可以用 Protocol Labs 的一个新的协定，叫做超证啊，超级证明，来试试看，看看能不能在台湾让相关的在做这种公共服务的协力者能够获得一些资源。那目前我们已经成功把海外基金会的一些资源想要挹注进来台湾了。那目前在做一些这个法律上的架构啊，然后协作上的架构。那第一个试验的案例会是临时小学校，就是楼下的临时小学校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一样到 Zero 很多坑都在后面，然后因为这个有牵涉到一些比较技术性的东西，今天不在台上分享，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聊，谢谢大家。谢谢。